就是说新的一年的开始啊，除了感谢大家，我想也是重新的这个出发，全新的出发。现在政局嘛，无同款啦，对不？新总统在做啊，对不？听伊讲，足侪人拢在做，你等蔡英文的电话。啊，其实我要睏的时候，电话我嘛拢无关，我都放在床头，连上厕所都带着。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消息，我今天接到电话，那他叫我出任啊，这个今天春酒第四桌的桌长。你家马杯啊，恭喜时代力量的国昌啊，刘峰镇，那只有啊，徐永明啊，徐老师，还有周春米。周委员，还有高志鹏高委员，你卖讲一直敬酒啦，你卖说，听听民间的声音，基层的声音哦。吴坤玉，我这个强强强敌啦，啊，给他人山人海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三重难道是欣赏他的帅吗？后来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、很打听的委员，所以国务一向爱算来了。